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伏黑联动英雄池核帝国华击团。原本因为时间太过紧绝的关系，本来就不打算拍这条介绍影片的，但就有很多版友和观众都有问过关于这个词的建议，所以今次就跟以往介绍的影片就有点不同了，就不会详细分析两位英雄的天赋、技能、兵种。毕竟他们两个是2019年6月的老英雄，技能上虽然中间是有三思补强过，但都已经讲的是2020年初的事了，咁同现版本嘅强度比较啦，可能始终都会略有所不及啦。咁如果透过 SP 化去补强嘅话咧，个人估计个机会就唔会太高嘅，因为 SP 咧有好大嘅机会有新造型嘅，而新造型咧就好可能会涉及呢个版权款项嘅问题啦。过往亦都冇透过呢个专属装备啦去补强联动英雄嘅案例，咁剩翻最大补强嘅机会咧就为呢个联动英雄追加新嘅兵种啦。在两周年版本嗰阵啦，官方分别为咗鹰同埋锦追加咗呢个蛮族勇士同埋妖精弓骑兵，咁令到缺乏强力单体技能嘅鹰啦，喺单体输出上面咧就有所提升。咁以及啦，令到呢个神奇锦可以喺条件式下免疫呢个近战伤害减免，更加可以三格反击。不过啦，咁样都似乎咧冇令到呢两位英雄重上到一线嘅水平，或者可以期待三周年嗰阵，官方会唔会再次为佢哋追加新嘅兵种？咁讲到呢度啦，相信都听得出大叔咧就冇好建议大家去抽呢个词嘅。原因有三个：英雄三思已经实装多次啦，亦都冇专属装备，强度比现版本嘅嚟讲咧可能会有所不及。鹰同埋锦啦，都唔会好似优助咁啦，或者好似之前伏黑嘅约书亚咁样咧就自带超绝强化。咁第三点啦，现阶段只能够期待三周年再追加新嘅兵种去补强英雄嘅短处。咁啊，用咗较多嘅篇幅去讲啲不足之处啦，但其实仍然有值得去抽嘅地方嘅。咁如果你系新手或者半新手嘅话咧，可以考虑以下三点。第一点，高技巧嘅鹰咧可以稳定先攻，而神奇锦咧就有三格白票嘅能削血能力。第二点咧，佢哋两位咧分别嘅所属阵营咧系大热新手阵营嚟嘅，主角、帝国、公主。第三点亦都系最重要的一点，佢哋唔需要其他英雄解基本，咁对新手嚟讲咧就好友善嘅。而且下一个大版本，即是讲紧托娃同埋帕希尔个大版本啦，需要用上三位转身英雄去解基本嘅。咁如果咧你冇相对应嘅英雄去解锁啦，咁我考虑下将个资源拨落去而家嘅樱花池度。咁至于如果你系情怀玩家嘅话啦，基本上啱啱上面所有讲嘅缺点同埋优点咧，你都系可以无视咗佢嘅。咁有爱就圣魔卷投下去啦，我哋下个大版本嘅抽池再会，拜拜。